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来欢迎大家来收看。今仔日的节目。吼，人生百波修啦。哎，咱咧讲吼，做人一定要知个故事哦。其中有一个就叫做优待滴卖耶稣的一个故事。优、嗯、待是耶稣的学生呢，结果呢，伊竟然甲耶稣卖掉。啊，想怎乜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大家有啥物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啦，因为咱做人伫世间吼，咱、哦、每一个人。 你仲有机会互你身躯边诶人甲你出卖去？你讲哦，较有遮严重哦！咱卖讲出卖啦。其实呢，是安怎优待从压缩卖掉，观念不合，所以可能你甲身躯边诶人冲突中间，无一定到最后会出卖。但是呢，常常诶有种观念不合，会冲突，即、這个是吼、哦，我大堂劈阿诶啦。只不过你较好运啦，你身躯边即个人毋是优待啦。 所以，伊甲你观念袂合，伊无甲你出卖尔啦。啊，耶稣呢，伊拄着即个犹太吼，即箍甲耶稣观念无共，可能怎样？最后为着钱呢，怎啊将耶稣转卖掉去啊？所以尾来讲即个故事的时阵，一开始就是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讲做人滴世间吼、喔，你莫期待讲我身躯边变人，拢会了解我啦，无可能啦。迄犹太甲耶稣做伙生活三年外呢，做伙食。 暗时啊，逐个拢做伙困，十二日神啊，加耶稣，逐个拢安尼生活有够亲密诶啦。下趟我是度过真济艰难困苦，我同甘苦共患难，就是安尼咧。结果生活遮久啊，啊嘛看耶稣医治病人，啊嘛看耶稣行神迹，啊嘛看耶稣哦做足些伟大诶代志，啊嘛听耶稣咧讲道啊，逐项都对有对。你若讲今仔日一个人无认捌耶稣。 一推压耶稣；一极度耶稣；伊将耶稣未掉，情有可原啊。你今日做耶稣嘅学生，常常啲啦叫诶老师，哦，常常甲天崩海解，常常甲干物件，常常你个服务诶，看起来敢若足好嘅朋友安尼啦，敢若真亲密咧，结果有一日呢，怎终于未掉？你讲即种故事，咱听起来讲质人足好诶，但是即种故事，伫咱嘅生活中。 真实的发生，真实的发生了。你卖讲啥啦？你敢若讲即嘛讲咱台湾的婚外情就好啊？迄耶稣甲犹太的关系，只不过是老师甲学生猩的关系呢？但是阿仔某呢？阿仔某是困共一领被，困共一堆蚊床的呢。迄两个人应该是作亲密的呢？但是即卖你看即卖婚姻，是毋是真侪人落尾？ 怎啊？出卖对方啊！我外面搁查甫人，外面有查甫人啊！我外面有个毋拿一个尔，我一个我两个啊！哦，即种诶方感受是足艰苦，是咪啦？所以今仔日咱要讲这犹太的卖亚索的故事诶时阵，你咪当做讲这历史上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定时代表咱今仔日即个时代发生伫你我四周围所发生诶代志。你讲我无哦、喔？诶、欸、老三啊，嘿，人我甲某阮诶感情吼、喔、是足好诶咧。 哦，我未发生即类代志啦，是，可能恁昂恁某无即个问题，但是你敢有看着即卖新闻，有足侪咱诶老爸甲囝仔之间，哦，爸母甲囝仔之间，嘛是安尼，足亲密诶关系对无？而且囝仔咱饲较大嘞咧，但是咱敢有叫这个囝仔出不去？诶？有啊，足侪老人诶财产，互家己诶囝仔骗去咧。迄毋是诈骗集团骗咧，家己诶囝仔来骗咧？有无？有啊。 可能迄个囡仔叫想歹去，咱毋知咧。啊，嘛可能迄个囡仔本身都是比较吼，较毋捌代志哦。要开钱无所费诶时阵、那個，啊，连家己爸爸妈妈的迄落养老金啦、退休金啦，嘛是叫骗骗去啊！啊，讲阿拉骗，啊，都浦个囡仔摕去钱都领出来啊。嗯、有个人骗毋知咧，哦，啥人骗毋知？啊，有诶，爸母已经中风啊，倒咧病院啊，啊，倒咧病院叫个钱拢往领出来啊，啊，开了了啊，啊，开了了，即个钱。 佮人骗讲啊！即医药费要照顾爸爸妈妈，结果爸爸妈妈倒咧门埕顶，倒甲拢生痰。人讲倒甲生痰是毋是讲咧形容？是真正嘞，叫做褥疮啊！啊，病人有诶无得叮当啊，啊倒咧门床啊！啊，你若无见冰身倒咧倒咧，皮肤拢烂去啊！哦，所以即个即个案例拢真实诶啦，真实诶啦。啊，有诶囡仔伊就是家己爱啉啊，所以伊嘛是讲伊为了照顾因爸爸妈妈，伊毋是讲毋啊。 但是爸爸妈妈那破病倒咧病床诶时，阵，结果这个囡仔一日啉酒，另外另外忙叔叔拢毋知影人啊。有钱拢摕去啉烧酒，有钱摕去跋筊，有钱就摕去佚佗。啊，当然想得高，一个安尼，伊也毋是讲调理高啊，啊，本身就是安尼啊。伊都无迄个能力照顾家己啊，伊都无迄个能力讲烧酒卖啉啊，伊都无迄个菜刀讲咱卖去跋筊啊，啊，伊都无即个菜刀讲咱钱咸咸啊开啊，伊都无迄个菜刀啊。哦，啊，所以伊心有压力用，但是伊无迄个能力。 伊无法度照顾家己，伊也无法度照顾老爸老母，这嘛是一种背叛，敢毋是？这嘛是一种出卖。是警察讲优待去将压缩卖掉，是怎将压缩卖掉？佮有钱通摕吼？当然毋是讲，迄、那个卖掉毋是讲摕菜市仔卖啦，迄叫做出卖啦。出卖意思著是讲我做内奸啦。以前有一阵人佮对压缩真不满啊，伊讲我甲你报，报一个暗示，无人的时吼，无人有看的时吼，我甲你报。 我报讲耶稣是对，啊你，你两个人去甲咧，吼。因为耶稣迄阵，我那算讲小可有社会地位。虽然耶稣无行政治路线，耶稣毋是政治人物，但是耶稣在一般诶民间名声嘛真好。啊，但是都是个人接触到伊咧。啊，是安怎因要睇耶稣，安怎看耶稣袂袂顺眼，因为耶稣该骂，耶稣该骂，即种诶人过去人讲奇怪，共骂会死哦，吼。啊，你毋知哦、喔，即个是政治破坏，你毋捌听过哦、喔。 哈，著、啊就是讲你若较早著是安尼，你若敢批评政府？哦，你惊伫遐讲较大细声，哦，讲得他妈瞪一瞪刀安尼，讲较喙甲全破，诶，过两工，两啊，即人哪会无去啊？无去啊？你若去管算好命咧、啊，有迄种啊，等咧迄底，有啊，甲己淹死安尼，即拢过去发生诶代志嘛，即叫做白色恐怖嘛。哦，你敢批评？敢批评？哪里死啊？因为我做官诶人，我袂喜欢人家批评啊。哦，当然，即麦技术好个啦，吼，即麦咱诶政治人物就比较较个啊，但即麦政治人物。 你甲批评是袂死啦，但是你若甲批评吼，将来因若欲政治欲分赃吼，有利益的时阵伊袂分互你啦。所以你无看讲在国政党拢有一寡人吼、哦，一定安尼骂人个大腿摸甲掉掉掉。那有人敢个批评伊著出来个体动，吼、哦，啊？就是安尼甲动动讲，绝对伊拢永远拢是对安尼。咱是安怎在国政党拢有即种政治人物嘞？因为伊知影，伊若讲真话，我若讲坦白个话，我万一若得罪人，我诶政治前途著无去啊。 做亲的朋友，如果甲他拢共款，耶稣都毋惊死，耶稣都真好打敢甲骂。耶稣都骂只政治人物，耶稣都骂只法律赛人，骂讲吼恁哦，讲一套做一套啦啊！讲什么啊？我拢为百姓服务哦，哦，讲为上帝做工哦。耶稣讲，食较歹咧，迄拢讲好听的，有咧讲骗啦，迄拢咧讲骗咧讲怪啦，迄是为着你家己诶名声，为着你诶利益，为着你诶地位。 为着汝诶金钱，为着汝诶政治嘛，根本汝都无真正为着老百姓嘛。汝阁倒一个政治人物，汝怎样大声甲话？讲我真正为着老百姓，好，我毋是为着我诶钱，毋是为着我诶前途，毋是为着我诶命啊，我为着汝，咱逐个来判断著好嘛。台面上诶政治人物，现在凭汝去判断嘛，敢有个足球诶，足球安尼嘛。我虽然着当体会，体会讲当耶稣，伊安尼咧卖孙吼。 遐有群死人，听到死的时候，足讨厌啦，足刺杀个啦，所以逐家咧计划讲，迄个足神诶咧，迄个定定咧讲话拢糟蹋咱诶名声咧，迄个要互伊死啊？所以一群人原本都想要害死耶稣，只是找无机会，因惊讲咧，真正耶稣裂起来，会去往批评啊，会去往批评啊，但即么无共啊？即么是耶稣诶学生啊？有人上来甲讲、欸、啊，讲、喔、哎，阿佛你我三十两银啊，哦，三十两互我。 哦、我摕一个利益咧，我第咧六地、哦哦哦、啊，吼，然后咧，我偷偷啊报耶稣，什么时阵？四周围都无人个时阵，啊无恁若人侪，恁去掠，惊民众个反感嘛吼，啊哩都无人个时阵，偷偷去掠，掠起来了后吼、哦，咱才过来释瓜吼，咱才去找一寡人，用一寡假罪名，吼、哦，咱来甲陷害啦，吼、哦，都伊无做个代志，咱就讲伊做个啦，伊无讲话，咱就讲伊讲个啦，安尼，咱来甲陷害，吼，啊是到，即、这个人啊，拄着吼，拄着恁个心腹。 啊，大翻啊，啊，我也欢喜啦，因为我摕着钱嘛，吼、哦，即叫做出卖啦。所以即个出卖的意思就是讲吼，伊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去做即个对不起对方的代志。啊，谁若有出卖？因为吼、哦、理念无共，因为犹太伊是咧想讲，伊要做政治上而一个，将来有一个吼官堂做，伊要做一个政治上有前途的人。伊才会对耶稣啊，伊对耶稣是因为想讲耶稣听讲伊是救助咧。 哦，耶稣你看，会养治病诶。哦，耶稣能力遮强，诶、欸，即款虾米来对吼？将来耶稣若正经来王吼，抱起来咧做王诶时阵吼，迄阵吼，哦，我荣华富贵吼，哦、我一世人我用不了伊有即款诶期待啊！吼、哦，伊嘛期待讲耶稣起来解决社会啊！伊嘛期待讲耶稣起来治理规个社会啊！拍倒罗马人啊！结果一个看无嘛，伊甲耶稣三年做个时阵，伊慢慢了解耶稣无即个政治诶野心嘛。所以讲安会着，啊，我对你对遮久啊。 我的青春安尼三年多哩，结果一场空，结果啥物拢无，我啊才无爱哩，伊无爱啊，所以就将耶稣转出袂去啊，因为理念无合嘛。耶稣的理念伊是要来救世间人，耶稣的理念咱将来讲其他故事都知，耶稣嘅观念、耶稣嘅价值观就是讲，伊来到这个世间，但既然都对天顶来到世间啊，伊都是神来到世间啊，当然伊都是要服务你啊嘛，伊若要坐咧让拜。用 伊若要坐了遐办身，伊就伫天顶就好啊！伊跳落来世间咧，伊来到世间，头要解决世间人个问题嘛。啊，所以耶稣来是要做，吼，毋是要做官，是要做代志。哦，耶稣来，伊先讲人来到世间，咱就是爱做。人讲做人，做人，做人，做人你就是拢爱做。万行事你都爱做，吼、哦。毋是做官。咱来世间做人，毋是来做官，迄是无共款。哇，又在想想咧，讲哇，安尼都老出气啊咧！啊，我对即个人，对较最后都无啥气啊。 最尊重耶稣，所全,全,全出袂去啊！我想今仔日咱活伫即个世间，你也常常会遇到人，甲你诶理念会无共款。我感觉，这是种无奈诶代志啦。但是你就是爱接受啦，哦，你就是爱接受啦。所以我咧讲，现代嘛，有足这即种故事真实诶发生，人仔某之间嘛，有即落翻盘诶代志。哦，你讲老爸、老母甲囝仔之间嘛是有即落代志。啊，你讲同事之间咧，你讲你在一个亲密诶团体中间咧，咁即落代志一定嘛是有啊。 结检拢会拄着啊！哦，你讲单惊我让你教会内面，何必讲我做牧师？我敢有可能讲话、啊、教会每一个人啊，拢非常了解我？我想要服侍上帝迄个心，逐个拢真心的信任甲了解，敢有可能？无可能啊！敢有人你背后来批评？哦，诶、欸，啊，这牧师做这個、啊，牧师啊，安尼嘛是真好谈的，啊，牧师嘛是安怎安怎安怎，讲出个批评的话，心心嘛是有人无了解咱，心心嘛是有人会甲咱误解。 哦，有无？一定有。所以我是咧讲，咱今日讲即个故事，意思就是咧讲，人活在世间，你无可能要求每一个人拢了解你啦，你无可能要要求每一个人对你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拢活得认同啦，迄无可能啦，无可能啦。人对上帝负责著好啦。哦，咱啊尽量咱对人负责啦，但是有时阵你对人负责，人无一定的了解，这就是今仔日咱所要讲的即个故事，所以即个世上。 一直拢有发生这种代志，冇、哦、有人在上班的时候，咱是足认真为公司在想，但是头家不一定了解你，但是你编一下东西，不一定了解你，你有认真做，但是不一定有得到肯定。都、啊就是安尼，这个世间都是真嘢现实啦。哦，所以你冇方便已经算未歹啊啦。哦，听这个故事的時候，你嘅这个人生观、你做人这条路，你咧行怎好，较别安尼患得患失啊。好、哦，好啦，休息一下，等下了呢，继续来 用当来聊三分钟吼。所以咱今日既然讲到这个犹太贝亚所这个故事，就是要讲到讲：，咱每一个人伫世间，你加减甲你亲密的人，可能讲加减不会有冲突。的时阵，有理念会无害的时阵。哦，警察你无袂刁捏啦。所以今日呢，咱这个人生金融呢，来咱对圣经那面呢，要来对大家介绍一句话吼。这句话就是耶稣讲的，耶稣讲吼。 爸啊，上帝啊，下面人呐、啊，因为因所做吼，伊毋知啦。耶稣边啊面对这世间的态度，连家底阿星阿都会甲灭掉，现在我我足生气的呢。但是耶稣的态度，伊著是咧讲啊，因就是吼毋知啦，伊若毋是我,的堂我的不肚底面谈啊，伊面咧知我想法咧，伊毋是上帝啊啦，伊面咧知即个恶秘咧。 因无可能会知影啦，所以讲啊无要紧啦。若因为安尼逐个互相无了解，算误会嘛吼，我嚟互伤害，啊，无要紧啦。讲兄弟啦啦啦啊，下面啊，下面你，下面你，毋是条你过啦，毋是条你过啦。吼，下面人有资格讲啊，下面你啦，下面人有资格咧，受害者，受害者啦。即受害者，价咧，有资格讲啊，下面你啦，啊，下面你啦。 好，我感觉咱话哩，这个世间足多人拢是受害者。我相信有足多观众朋友，可能你伫你咧婚姻咧中间，你就是一个受害者。我毋是讲你啷个咧拍咧吼，但是讲无定。你诶，这个打鸡打官，因为究竟你都毋是因生嘛？但毋是因生，因有可能讲完全了解你咧。你甲咧老爸大大十几二十年以上啊，连你家己亲生的老爸老母。 都无法度百分之一百了解你，今仔日定会爱掉一个人，你今日嫁入去，因兜人迄是伊诶爸爸妈妈呢？伊诶爸爸妈妈，那有可能百分之一百了解你？无可能嘛？佮再来，家己诶查某囝甲新妇甲唔共款？无共嘛？哦，咱个就是讲，逐家逐家足好诶，伊是将咱当做伊诶查某囝。 当做家己个查某囝，迄当做家己个查某囝，甲真正家己查某囝，敢有共款？无共啦，那可能共款，无共啦。诶，唔是讲伊无好，啊，那唔是讲伊歹人，伊嘛真愿意啦。啊，但是哦，无共就无共啦。哦，迄新妇是娶是吧？甲查某囝家己生，无共就是无共。哦，即即码毋是咧讲好歹个问题，我即码是咧甲你解说，讲因为。 你都咪是讲，田兜做事，人家大汉诶连你甲恁阿哦，迄你两个人，隔得远来结婚奈哦？结婚了后会冤家无？会无？会安奈办？一定会嘛！你是你，伊是伊嘛！两个人生活习惯无共嘛，价值观无共嘛，食物件习惯无共嘛，哦，足你。物件拢无共嘛，是你。是？啊，什你。连你甲恁你。都你。结啊？后你。讲你甲伊诶白话。 你讲拢安尼有够好诶，好，有无？有啦，少啦。你讲即个 case 有，我安尼我捌度过，即绝对有。但是若比例上一百的内底，你讲一百的内底有几个，迄新妇甲大官大官，迄、那個、感情好甲袂输，敢若家己诶爸爸妈妈，即、這个我来讲毋是无，有有。一百的内底有九十个无？逐个摇头，无可能啦，有八十个无。 有五十个无？一百个内底有五十个，新妇甲大家他我感情好，甲末就讲咱家己老爸老母，你讨你做你摇头无要紧，你做你摇，吼、哦，一般也都无。有十个无？即咱无统计啦，吼。但是以我的感受啦，以我的生活经验，我所拄着看到即、這个 case 吼、哦。你若讲一百个有十个，我哪摇头有啦？我认为无啦，吼。既然若一百个内底， 九十几个，咱拢无法度讲啊，甲逐个逐个，敢若家己爸爸妈妈共款，啊，你著放较轻松咧嘛？是毋是？哦、啊，你都莫遮尔啊要求嘛？你都要想想讲，咱人已经嘛是尽量啊，人嘛是有咧听我，但是咧咱要求讲你听话，著敢若亲像听你家己走起共款啊，即个无可能嘅代志啊！所以耶稣讲一句话啊，兄弟啊，下面你意思就是讲，伊毋是挑你个要伤害我啦。 今仔日伊会去讲一句话伤害我，伊会做一句代志伤害我。迄时阵咱每一个人立场无同款，犹待现状将伊压缩未掉，你会感觉讲我对你对三年都我拢浪费时间。三年，我对你三年，我落尾再趁三十两，安尼敢有超过？安尼无过分啊？你敢知？对犹待来讲，伊压缩未三十两伊已经对伊压缩三年呢。迄种心态，我对你三年，原本想讲。 看是毋是会当历史上留名？讲我犹在对啊，说后来，阮拍倒即来罗马人，啊，将以色列人化作世界第一强国。哦，历史上若有留名，啊，咱甘愿啊，结果无。啊，若、啊、无，历史上无通留一个名，无要紧，我迄个历史的定位我到，我找袂着。我至少我金子咧，我荣华富贵咧。嘛无。啊，我是得条啥物啊？啊，我是得条啥物啦？所以甲啥物拢无算。讲啊，我至少我摕三十两哦，即叫做良心包相会啊。 啊、良心补偿费啦，吼、喔，甲你损失，甲你补偿一个啦，吼、喔，意思意思啦，甲你提一个三十六安尼啦，但、就是我对你对这句啥物拢无得到吼、喔，我足唔甘愿的啦，所以我提一个三十六意思一个啦。每一个人，伊会做一挂代志，总是因为迄拢是因为伊的内面，有一挂理由，迄、那个理由可能咱无多认同，但是迄著是先来做一种代志，伊毋是挑你讲，伊毋是推啊，耶稣嘛，所以耶稣讲。 啊，兄弟啊，下边哩一挂人因在做代志，因拢毋知啦。因家底呢拢毋知影是安怎因来去做出种代志来？哦，包括讲，即、這个像耶稣定是毋是伫迄迄边啊？啊，摕钢腿啊，耶稣是毋是伫在顶啊尼甲定落去啊？伊所做伊嘛毋知。哦，所以耶稣的角度，以前你讲世间人诶互相伤害，迄拢毋是调理讲，绝大多数拢毋是讲有冤仇。 拢是因为观念无共款，想法无共款，价值观无共款啦，个性无共款啦。所以我想讲，今日要透过即个故事，想要分享的就是讲，亲爱的朋友，我想你伫人际关系一定捌容伤害过，一定加减捌。但是我请你来学习耶稣的态度，无人愿意伤害你啦。伊伤害你，伊是会快乐去啊。你大家大家伤害你，伊讲话甲你糟蹋，伊用一款行为，迄是保护伊家己尔嘛，对无？伊无安全感嘛。 伊讲真正，伊著是安尼，甲你伤害伊诶快乐。啊，但是有诶嘛是打击他，我有心部伤害有无？嘛是有啊，嘛是有，互相拢嘛咧伤害啊。哦，啊你讲别人伤害你，伊著会快乐你啊？毋是嘛，人嘛，人活诶，世间著是安尼嘛。哦，所以亲爱朋友，无论讲你伫教会，哦，你伫公司，你伫家庭，你伫社会，当你受伤害诶时，阵，当你感觉讲你捌我遮久啊，那也遮无了解我，当你非常心情诶时，阵，一句话。 算了，除了上帝，无人了解我了。哦，下面呢，那种不是条理高，安尼现在困难就过去啊。这么时间就到这了听歌较快活，后一集继续收看，多谢。

人迄名牌，人迄特色就是安尼。人迄领衫伊毋知走偌济国家，甲找到，落尾啊，可能是海底，抑是乌干达找到嘛，哈。拜托啦，人迄是人少年嘅特色啦，吼、喔。咱即吼唱歌，就是咧随意。啥物叫做随意？欢喜就好。咱本来就是安尼哦。 那我讲活了太过规矩，活了是足难过。所以你咧看到三面七步，你会感觉讲，哎、欸，那有这种足自在的感觉吼、哦。因为就是讲，我这么中间无咧强调讲，一定得要安怎安怎，人活在世间短短几十年而已吼，那、哦、只要莫妨碍掉别人，咱卖讲伤风败俗哦，那卖讲违反圣经的原则哦。那只要在道德上，那无什么败害掉的准哦。我就是讲，足些代志，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不？咱有一个开开的，就咧心来看。为什么呢？因为今今咧这个。 好歌独唱哦，要介绍这条好歌吼、哦，就是咧讲吼，若是有你伫我性命，安尼著真重要、哦、的的用啊！吼，你伫我性命中，工作一定爱坐便座诶，毋免啊！你伫我性命中，工作一定爱住豪宅，毋免啊，对无？若是有你伫我性命诶！较早咱即个孔明家有无？咱即款的卡达车，较早安尼阿公阿伫头前咧踏迄阿嬷坐后壁坐，安尼个车座呢？安尼坐安尼吼啊，摕一个荷叶。 来底白一杯鱼啊！哇、哦，拜托，迄人外恩爱的呢，迄种嘅圣经你家想看咪？所以讲人话的世界唔是看物质，圣经嘛是安尼讲啊。圣经讲人话的世界，上帝的道理，上帝的国，唔是伫这阿啦。哦，上帝的国是在地，感有上帝伫你的生命中。做人赶紧来听一条歌，那是有你伫我嘅生命。 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恐。风雨遐尼大，空野这呢宽，有你同在，无忧。喘。